我赢得了这场选举，那归功于我们在场的每一位，那所以呢，委婉感谢了咱各位支持的乡亲。我首先感谢我表的官，爱发中山总部，我是委员，总统局县长，我爱总干事刘振义长，啊，我执行长。 啊，咱的国民党的首长，诶，主委，还有我各地的啊，竞选服务团队的总部，咱的站长，啊，阿哥，我厝的人，阮妈妈，甲我兄弟啊，哦，全力甲咱遮乡亲甲我支持，这个票开出来，哦，我还能够继续参选，我来感谢大家的努力，甲大家加油，甲我认同，我相信我这边啊。 一定会秉持着民事不可违，您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，去办。哦，我会脚踏实地，解决问题。哦，我会面对问题去解决问题去啊。再次的感谢大家，为我的努力付出。哦，去盖赢得也算很顺利的啊。多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我们一起努力，为咱俩的管，来加油，来打拼。谢谢大家，多谢大家，谢谢。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